怎么炸一下把我电脑的内存给炸没了？这没办法了。这蓝蓝也是数值啊，没办法。换个别的打野，这波说不定能反杀。为什么不吃药？我觉得我打不过他，所以我就省个药。你没吃药了。我已经没技能了，我所有技能都用完了，吃药也 A 不过啊！你不知道残血的狗熊威力有多猛啊！不对，残血的狼人，那 A 都是致命节奏一样的，非常快。你卡我位了，哥们儿。
点个大。老没老实啊。一屁股直接坐死你。塔皮呢？哦，吃到了，刚好狼人来，这波也跑不掉了，很赚呀！塔皮也吃到，人也杀了，我觉得不亏，主要的是对面还值钱了。有点肥啊，压不住啊。等他一口再。这个皮肤叫什么？猛虎之力吗？末影之灵。压的还行，狗头有点肥啊，看能不能一枪，要不该死。
闪慢。闪慢了乘二，坏了，狗哥无敌了呀！闪慢了，该直接闪了，直接闪等队友来或是有机会的。说了跟我换，哇！三个 Q， 我直接老实了。再试试吧。当然是不可能能赢的啦。拆塔试试吧，对吧，打架是打不赢，我其实挺优势的，中路那波是唯一的机会呀，我闪慢了，怪不了别人。凯南可以出个中亚的，拆塔也拆不进去。怎么闪现撞墙还跑了？我操！怎么又撞墙了？老是撞墙。我是初开之雷霆，我
真的老实了，哥别打了，我错了。哇操！他好几个人了，这。压不住是正常的。老板是杀了他一波，好歹是把这个狗头给终结了一次。你等我拆塔四件套做出来，或许我能够来一波奇迹偷家，不过很难就是了。我要给中单洗一下啊，他这英雄打狗头确实压不住，而且他带个烂 TP 是吧，肯定压不住。你就跟我昨天狗头打吸血鬼那样，你打法师你必须得一直换血，不然肯定会吸起来的。我是狗头的玩具啊，我哪打过狗头啊。我在干什么？哎，我闪现 Q 自动攻击，他自己拍到脚边了，我照，不过还好吧，把他给啄掉了。他好人是杀掉了哈，要没杀掉就完蛋了。这狼人空大了，闪现跑了，不然还真能把他给做掉了。这把玩的有点抽象，闪现撞墙，闪现拍脚边，我操，有点不是人的。买个药吧，这个药很关键，拆塔会更快。看这一波了，我也是。
拖住，拖住，拖住。我将用咆哮打了，令世界安静。拖不住。没有那么多时间，大龙也抢不到，稍微能够拖住一下，我就一波了。泽巴得想办法避开狗头，或者越掉凯南，来看能不能一波对面。拖住！我靠！在我的梦里，骸骨封藏于寒冰，我想知道。那是不是我自己？我在想我能不能打过狗头，我觉得我不行。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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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狗头在下路，就一个凯南。没办法，威严也来了，一样的，着急了，着急了，着急了。对面压力有点大了，没办法，威严来了，这波也拆不掉了，不然，但是我可以多 A 两下，四个人打一个应该抓掉了。再来个药，再来个药。就差一个塔了，这个药很关键，因为没有潮虫拆的有点慢了。下波的机会在哪里呢？只能偷家嘛，我去打团，大家又打不过了。这对面一直想回家守塔的话，他们打团也会。很慌，很不专注的。狗哥这波应该要来下路啊，我觉得我翅膀硬了，我要正面击败他。啊，对，你没有听错。我要单杀狗头。
算了，他也交闪了，我跟着交吧。队友那边是四打三，毕竟我把凯南已经做掉了，做波雷去弹。我说这波算很蠢，我应该被秒了。就剩一个 VN 了，我凯南复活了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看这大龙吧。能一波吗？不回家，对面可能要大龙了，这波。那我去下路会好一点。但他们打大龙可能非常快，我要去打大龙了。我头回来，三路破。如果能抓到 VN 的话，是不是绕后能抓到他？不管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控制比较。就剩一个狗头。赢了就行，赢了就行。虽然我的操作有点抽象，但是思路是还可以的，思路是没问题的，操作就不要学了，这把操作也太垮了。好的，同学们，查一查复赛还是可以加屏幕上这个359319的微信啊，那么。